好，今天就是所谓的整理，就是把各位要背的事情告诉你，就给我好好的给我背起来。第一个，正极，正极生成谁？这个人帅哥叫做23，正极产生谁啊？啊？正极产生阳，请坐下。哎，不要坐，不要坐。半满意，来半满意。我这里的半满意，我写我上面答案给的是用氢氧跟那个，我上面答案给的是给氢氧跟那个。是氢氧跟，是氢离子，氧加啥？啊？氢氧跟离子。李宗盛。不会哦，你刚刚没有抄哦，他刚抄的那边可以啊。我刚给的答案是氢氧跟那个。赶快了，天要黑了，世界要末日了。直接念出来，直接念吧。大声一点啊！不会念了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不要不要，不然不然答对了。结婚了，他念了，他念了。他还说那一下，你连念都不会念了，林总，不要再答对，他没有常识。你连。你念都不会念，四个氢氧根产生氧跟水跟四个电离四个电子，四 OH 负产生 O2 加 OH2O 加四 E 负，这样你也不会念。来，负极生成谁？负极生成谁？可爱小女生不？对啊，负极生成谁？啊？氢，来半满意。氢离子，几公啊？加电子，变成氢。你要不要告诉我？应该告诉我几个氢离子，几个电子这样子。第一点跟第二点。谁在正，谁在负？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。第三点等于不用，因为它都没有变，质量没有变，颜色没有变，浓度没有变，只有一个东西会变，叫做氢氧化钠的浓度会增加。第四点，其他注意事项两点：第一个，加什么东西帮助导电；第二个，要用什么电？来，这叫做第二个，要用什么电？要用什么电？来的大帅哥。可爱大帅哥，这里都是女生，你有没有男生啊？怎么都女生啊？男生有一个30号，要问什么？好，来下一个问题，加谁帮助导电？请坐，直流电加氢氧化钠帮直流电。这就是跟你讲过那四件事要背的事情，你给我把它背好。那个其他蛮喜欢考的，要加谁帮助导电，蛮喜欢考的，好，请你记好。然后还有一个，我前面提过什么体积比跟质量比，对不对？尤其是那个体积比，因为人家会画图，你要从图上看出来哪一管生成氢，哪一管生成是氧，认出来谁在正极，谁在负极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。有关于电解水的整理的部分 ，OK。